古友问，我总是失眠，被失眠困扰，我应该怎么办？首先，我们要认识到，折磨我们的不是失眠，而是失眠引起的焦虑。从来没有人会因为失眠而死，但是失眠引起的焦虑会对你产生更大的伤害。这时候，你要找到一种放松自己的感觉，多去运动，少想多动，让自己快乐起来，灵动起来。相信当你轻松快乐，失眠会不治而愈。